现在猴都开始点烟传送了呗。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这边俩净化，继续看啊，继续看，一会儿我被打爆了，你负责呀。凶的嘞，升级了，可惜了。猴哥，这塔下不可能让你活呀，这塔下怎么可能让你活呢？那都根本都不可能的事儿。等个血瓶。TP 他 TP 有啥用啊，他 TP 他不亏兵啊。小反甲不需要，打这种猴不需要跟他出右装，他打不过我们。不刚才把那个眼儿排了，少多少钱呢？这把想想是挺近呐，还是可血呢？他这种天赋的猴蓝都不够用，他如果不出女神泪的话，他跟我们耗血，他蓝他都不够用。看银马名字，银马叫啥呀？就是。就这水平，
把这波兵吃了，他就永远也打不过我们。40个兵，补兵挺多呀。控一手线儿啊。咋会这么痛呢？哦，猴哥，差一点点。哇，红怒抠。他不追了，不追挺好。我撤了。这稻草人也不帮他卡线，一看就不是好兄弟。人马死了，哎，人马没死，那还行。谁来了？稻草人来了。那我得把线儿推过去。吃一波塔皮，哎，我才发现我连875都没出啊，那也太不太应该了。我装备怎么感觉不是很好呢？
哦，猴哥。现在大波，那不行。这什么意思？这是来人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也没来人啊。先把猴杀了。啊，来人了。我说的嘛，我说他怎么往前上的。一开始我以为没来人，后来我发现不太对劲，是我这哥来了，差点钱，挺近。可以。你要让我去下路啊？到底谁去呀？怎么老要支配我呢？我就发现了。我挺进放个 Q。眩晕平 A， 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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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闪现挺进开大招，红怒扣晕牙锁晕猴，我天哪！哎呦，没打过，不应该没打过呀！我操，四个人，一个没杀，一个没杀，少了个一个人，我们家稍微少了一个人。对面的阵容我们得起来啊，这个阵容我们得起得来，我们起不来不行。我操，我大没开出来，哎呀，这把大开出来反杀了，怎么没大没开出来呢？有点难受。我的毒条没毒出来，这大招他妈要毒一下条。他也没大，我打的就是我们大招比他快的时间差呀。他有没有大跟我这也没有关系。
真是有点膈应啊。不行了，打团战吧。这两波拼完以后，薛飞是有点小裂了。好大，但是又不是好大。先把辅助杀了。对面大招有点厉害呀、啊。这稻草人加猴 ADC 活的生存能力有点费劲，有点活不下来。拖一拖，往后挡。这是干哈？你可以打呀。不把这猴杀了，我操！又没有技能，去把上路二塔推，一塔推了，把上路一塔拔了。我们家的团 AD 被开到就完， ADC 不能被开着，开着就死，一定得视野给他放好。怎么回事？那旁边有人啊！先不跟他打了吧，2300等个卸手钱啊！怕那稻草人搁旁边，不跟他打了。咱们这一波千万别死啊！这大龙没了咋办啊，兄弟们！这游戏给你玩的，抓个 ADC 五个人全去下路，我操了！我这游戏给你们玩的呀。那 ADC 零杠八一个人去就完了呗，那人马一个人去，去就去了，我们四个人来这大龙，
来个针眼儿。不过还好对面猴没闪现，他如果这猴带的是闪现的话，对 AD 威胁还大点，不带闪现根本他就哎呦我操，我都没动过，这团战打的我都动不了，AD 不能往里冲， AD 往里冲就完了， AD 往里冲打不死人，这稻草人怎么能限制他一手呢？小龙可以要，其实小龙能要，小龙可以要，来来来来来来来，小龙赶紧去，可以，能打能打能打，小龙那边能打，来，我直接闪现一挺进流人，先杀稻草人，哎呀这技能用不出来，全他妈是控制 AD 怎么死的呀，哎不是这团战有这么难打吗？那四打五草人连大都没放出来都打不过，我都活不了别说 AD 了，那我不活正常现象，我一近战我活不活的那不很正常吗？我一近战我不活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我现在要玩个炉仙，你说我一直死那倒还行，这团战开起来这左一应该没什么伤害，其实也不是，主要是人家家中单比我们家玩的好，亚索发育的有点好。并且他们五个人四个人一块去下路去抓那个0-6的0-8的 AD， 四个人一块去下路抓，抓完以后大龙一丢就没了。
你俩杀个这个的有这么费劲吗？没打吧？那个稻草人太烦了，不行，我们死前面就断那稻草人大得了，我就找那稻草人，银马上面顶。哎，更推不了，这根本推不了，这全没视野，那过来就死，过来就死人。不，这不能打。小龙，没视野呀、啊。没视野，这小龙咋要啊？没法要啊。不行，我们推中不行事儿啊，兄弟，没法推中。对，得等左一 poke， 这不等左一 poke 我们打不了，必须得等左一 poke。我出个蓝盾吧，出个蓝盾搞个钉，等左一 poke。不是，这也不至于这么害怕吧？那稻草人一个人能打我吗？他也不能啊。又抓，那又抓大龙肯定没呀，必没。我觉得能打，猴死了其实能打。就是用猴来换大龙呗，那也不合适。牙锁也打不死了，
不行，我们家打不过这边，这亚索打不死。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소환사탄의게임을좋아했습니다韩服钻石亚索就是不一样，跟韩服钻石亚索没有关系。别人韩服钻石亚索，我们家也是韩服钻石。